我们今天接着学习这个莲花宝忏，因为这个莲花宝忏本身就是忏悔哈，发心忏悔了啊，所以我们也就不需要不念什么其他的。六福归依，如是十方，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大慈大悲。唯愿救拔一切苦恼，令诸众生即得解脱，改往修来，不复为恶。从今日去，毕竟不服堕于三途，身口意境不念人恶，离诸业障，得清净业，一切众邪不复能动，常行是等精进勇猛。知众得本，所为无量，舍身受身，恒生福地，念三途苦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不休不息，六度士等常得现前，三明六通，如意自在，出入游戏，诸佛境界，等与菩萨俱成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起怖畏心，起慈悲心，一心一意，摄耳谛听。尔时，世尊放眉间白毫相光，遍照六道一切众生。十，信相菩萨为悯念诸众生故，即从坐起，前至佛所，胡跪合掌。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今有众生为诸欲足错对斩身啊，从头至顶斩之财气，巧风吹火，还复斩之，受此苦报，无有休息。”啊，就是欲足啊，拿这个错了啊，就是锥子了啊，就是能够把他的身体腰斩了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折磨他。未休息何罪所致？佛言：是等众生以前世时不信三尊，不知供养，不孝父母，心恶逆心，徒儿魁快。这个徒儿魁快就是屠夫了哈。这个魁快也是指斩杀、杀害众生的这些刽子手，斩害众生以是因缘，故或是罪。复有众生身体顽痹，眉须堕落，举身红烂，鸟息露宿，人迹断绝，亲族弃舍，人不喜见，如是恶报，名之赖病。啊，以何因缘故得此罪？啊，得的一种皮肤病啊，这是个麻风病之类的病啊。佛言：以前世时不信三尊，不孝父母，破塔坏事，剥夺道人，啊，着色圣贤，伤害师长，曾无反福，背恩忘义，常行苟全，玷污所尊，不必亲疏，无有惭愧。亦是因缘，故或是罪。复有众生身体长大啊，聋癌无足啊，有聋子，癌就是痴呆的意思，婉转复行，为食泥土以致活命，为诸小虫之所斩食啊，斩就是叮咬啊，昼夜受苦，无有休息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为人自用，不信好言啊，不孝父母，违逆反逆，或为地主，即作大臣，市政方伯，州郡令长，礼敬都护，视其威势，
轻夺名物，无有道理，使民穷苦，一时因缘，故获失罪。啊，这种人呢，就是刚愎自用啊，也是当官的人了哈。视其威势啊，欺负老百姓。富有众生，两目失明，都无所见，或抵树木，或堕沟坑，于是时已更复受身，既得生已，还复如是。就是还是这样的果报啊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不幸罪福啊，丈佛光明，逢暗他眼，聋臂众生啊，皮囊渗头啊，就是把别人的头啊罩起来，不得所见，一是因缘，故获失罪。啊，把众生关到一个黑房子里去啊，这样子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经所说，大可不畏。我等亦可以作是罪，无名所缚，不自义之。啊，这个很可怕啊！这些上面的罪业，我们都做过这些罪啊。无名所缚啊，就是记不起来了啊，都不记得了，忘记了造的业啊。忘记了自己是怎么害别人。那么呢，我们受报的时候呢，果报来了的时候，我们就非常的怨天尤人，然后呢愤怒憎恨，然后就归罪于外，认为是别人在害他。那么呢，就会更加的造更多的业了。如是等罪无量无边，以未来世方受苦报，今日自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祈赏求哀，惭愧改悔，已作之罪因忏灭除，未作之罪从今清净，仰愿十方一切诸佛，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开光明佛，南无月灯光佛，南无日月光佛，南无日月光明佛，南无火光明佛，南无寂音佛，南无最威仪佛，南无光明尊佛，南无莲花君佛，南无莲花响佛，南无多宝佛，南无狮子吼佛，南无狮子鹰王佛，南无金进军佛，南无金刚踊跃佛，南无度一切残绝众疑佛，南无宝大侍从佛，南无无忧佛，南无地利慈勇佛，南无最踊跃佛，南无狮子座菩萨，南无弃婴盖菩萨，南无寂根菩萨，南无常不离世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自在菩萨，南无佛陀耶，南无达摩耶，南无僧伽耶。又佛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于大慈大悲救护整洁，令诸众生即得解脱，为诸众生灭除地狱恶鬼畜生等业，令诸众生毕竟不服受诸恶报，令诸众生舍三途苦悉道自地，令得安稳就近乐处，以大光明灭诸痴暗妄为分别甚深妙法，使得具足无上菩提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重复自称一心谛听。性相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富有众生
简吃音雅啊，简吃就口吃了哈，音雅就是哑巴了。口不能言，若有所说，不能明了。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诽谤三尊，轻毁圣道，论他好恶，修人长短，强无良善，正计贤人，以是因缘，故或是罪。啊，就是诬陷别人啊，憎恨嫉妒这个贤人。富有众生福大谨细，不能下施，若有所施便为农许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偷盗众食，或为大会，施舍肴膳，施取麻米，贫处食之，偷吃迁徙己物，但贪他有，常行恶心，以人毒药，气息不通，故或失罪。啊，就是这种人呢，就是恶鬼相啊，偷盗了。这个总是会贪便宜哈、啊，聪明的人呢，就说往往没有福报，贪小便宜啊。聪明的人呢，会算计，会算计的人呢，总是能够贪得到小便宜。这样的人往往就是没有福报，算来算去呢，算自己，越算计越没有福报啊，福越薄啊，所以说没福呢都自己造的。富有众生常为狱卒啊之所烧制，热铁贯身，铁钉钉之，钉之即气自然火起，焚烧其身，悉皆焦烂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作为真师伤人身体，不能菜病，就是说治不好别人的病，狂他取物，令他痛苦，故或是罪。这个真师呢，可能就是管你们做针灸了哈，没有把别人治好呢，反而伤了别人的身体。富有众生常在祸中牛头、阿旁属手足铁叉插着祸中，组织令烂，环计摧火，而复组织，何罪所致？这个也是在地狱当中。佛言：以前世时屠杀众生，汤罐灭毛，用热水烫了，就是然后是去毛啊，叫汤罐灭毛，不可限量，一是罪业，故佛是罪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如今所说大可不畏，我等不知在何道中曾作如是无量罪业，于未来时方应具报，亦可寄身应见此苦，简吃音雅，口不能言，祸福大福小景不能下世人生何定？今日虽安，民亦难保果报一来不可得脱呀，一个人人觉悟此意，执心正念，莫负余想，等一痛切，五体投地，普为今日四生六道一切众生，已受苦者当受苦者，归于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自在王佛，南无无量音佛，南无定光明佛，南无宝光明佛，南无宝盖照空佛，南无妙宝佛，南无地藏佛，南无梵藏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殊胜佛，南无济阴佛，南无金刚部精进佛，南无自在王神通佛。
南无宝火佛，南无净月常称光明佛，南无妙乐佛，南无无量床幡佛，南无无量幡佛，南无大光普照佛，南无宝床佛，南无会上菩萨，南无常不离世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自在菩萨，南无佛陀耶，南无达摩耶，南无僧伽耶。六福归一，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仰愿诸佛诸大菩萨大慈大悲，救护一切受苦众生，以神通力灭除恶业，令诸众生毕竟不服，多于苦处得清净趣，得清净身，功德满足，不可穷尽，舍身受身，恒持诸佛同诸菩萨俱登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从家心力侧耳谛听，心向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复有众生在火城中唐微其心，就是那个炭灰了，热炭灰啊。四门虽开，道则自闭，东西驰走，不能得出，为火烧尽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焚烧三者，决策杯池啊，决策杯池呢，就是把这个池子那个堤坝放开啊，淹死了这些动物啊。火袍机子，使诸众生唐威而死，以是因缘故获失罪。复有众生常在雪山，寒风所吹，皮肉剥裂，求死不得，求生不得啊，苦毒万端，不可堪忍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横道作贼，剥夺人衣，以致滋养，冬月龙寒，裸他冻死，皮薄牛羊，苦痛难忍，以是因缘故获失罪。复有众生常在刀山剑树之上，常有若有所足即便割伤，肢节断坏，痛毒心酸，不可堪忍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宰杀为业，喷害众生，屠割剥裂，骨肉分离，头角心散，悬以高阁，称量而脉，祸福生悬生悬就是活着吊，活活的吊在那里，痛不可忍，一时恶业故获失罪。复有众生五根不具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飞鹰走狗，弹射鸟兽或破其头，或断其足，生灭其翼，是受痛苦，以是罪业故获失罪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经所说，大可怖畏，相与之心等于痛切，五体投地，普为十方一切众生，以受苦者当受苦者，归世间大慈悲父。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净光佛，南无宝王佛，南无树根华王佛，南无维卫庄严佛，南无开化菩萨佛，南无见无恐惧佛，
南无一乘度佛，南无德内丰严王佛，南无金刚坚强消福坏善佛，南无宝火佛，南无宝月光明佛，南无贤罪佛，南无宝莲花布佛，南无坏摩罗网独步佛，南无狮子吼力佛，南无悲精进佛，南无金宝光明佛，南无无量尊峰佛，南无无量尊离垢王佛，南无得首佛，南无药王菩萨，南无药上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自在菩萨。又复皈依如是十方尽虚空界一切三宝，愿以大慈大悲救拔十方一切众生，令现诸苦者即得解脱，当受苦者毕竟断除，毕竟不服多以恶趣，从今日去，自以道场除三藏业，灭五部位，功德智慧具足庄严，摄取一切众生，同共回向无上菩提成等正觉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重复真道啊，一心谛听。现象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复有众生挛臂背搂，挛臂就是手脚弯曲的啊，就是没法动，又小又啊，可能是这样的啊，背驼啊，腰宽不随啊，脚拨手折，不能行步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为人惨客啊，行道安强，施设割颈啊，割颈就陷阱啊，陷阱里面放着那种倒刺的那种陷阱，陷堕众生，以是恶业，故获十罪。复有众生为诸狱卒，直系其身，家行苦厄，不能得免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王捕众生，龙系六畜，或为宰主令长，贪取名物，往系良善，愿术无所，以是恶业，故获十罪。或有众生或癫或痴，或狂或癌，不别好丑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饮酒醉乱，犯三十六时，后得痴身，又如罪人，不别尊卑，以是恶业，故获十罪。就是饮酒这个乱性哈，导致的果报是很可怕的。所以说佛菩萨呢叫我们要戒酒啊。复有众生其形短小，阴长甚大，挽之身皮被服引进啊，行住坐卧以之为房，何罪所致？佛言：以前世时，持身贩卖，自欲己物，毁他财宝，巧弄身斗，捻蹭前后，以是罪业，故获十罪。今日道场同业大众，如佛所说，大可怖畏相与之心等于痛切，五体投地为今日现受苦一切众生，当受苦一切众生，乃至六道现受当受一切众生，又为父母师长信师谈阅善恶知识，广集十方一切众生，为世间大慈悲父。
南无弥勒佛，南无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无数精进心丰佛，南无无言胜佛，南无无余丰佛，南无月音丰佛，南无无异光丰佛，南无逆空光明佛，南无最清净无量翻佛，南无浩地助为王佛，南无成就一切诸刹丰佛，南无尽慧德丰佛，南无尽轮翻佛，南无琉璃光最丰佛，南无宝德不佛，南无最清净德宝诸佛，南无度宝光明塔佛，南无无量惭愧精罪丰佛，南无文殊师利菩萨，南无普贤菩萨，南无无边身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今天就好念到这里、今天晚上讲的呢都是讲一些因果的缘起啊，如是因如是果了啊，让大家知道做什么业得什么果报啊。当然这个因果很复杂哈、因果是非常复杂的哈，不是这样简单的一个做一个什么事得个什么报，不是这样的简单啊。但这个是主因啊，这讲的都是主因，当然还有其他的业了哈、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。